市多功能聚会所近日修缮完成之后，还增设了遮阳设备，让民众在打篮球的时候，或者是在周边举办活动的时候呢，都可以不用因为下雨而要中断，让整个运动聚会所是更加的人性化。富士村多功能聚会所修缮完成之后，让族们来到这里打篮球，或是办理喜宴、义诊、大型宣导活动等等，让大家有一处方便的活动场所。而这次修缮所更加用心，在篮球场地周边环境增设了遮阳设备，遇到下雨的时候可以展开使用，让活动能够顺利进行。日前多功能聚会所的这一棚的设置，非常感谢长官拨了这些预算，也造就我们的当地的乡民在使用上的方便，针对富士村，近期才刚完工，也让我们的多功能集会所在使用上非常的方便，针对喜宴也好，还是在运动也好，这个可以遮雨，也让我们的所有的乡亲在可以阻止意外事件的发生，最后非常感谢我们的乡长王玫瑰乡长以及我们的代表会赖俊杰主席，针对这个一些的地方的建设非常的重视，非常感谢他们。修缮完毕表示，下任之后就开始在各村办理与乡长有约的基层座谈会，从村民的反映之下，公所并且编列预算来进行修缮或是增加设备，希望透过大家的建议，让富士村多功能聚会所能够更加人性化，达到最佳使用的效果。记者中央新闻报道。